何必单恋一枝花，天涯何处芳草，可我偏偏绕着你打转，一天不见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才能共枕眠，可我偏偏跟着你对眼，有缘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不能乱打鸳鸯谱，可我爱上你还能怎么办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各路神仙，毕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小胖媳妇儿干嘛？解解闷儿呗。为何茫茫人海我们都能遇见？问明明注定分离还要留下思念？问如果回忆消失是否不再留恋？问唉是否不如不见？这是一道难题，谁也没有答案。其实这也不难，只是相对的理论。身边有你，漫长光年只有一秒；身边没你，一秒都是漫长光年。最近的距离是最远的遥望，爱是亲密是温暖，爱是寂寞是孤独，爱是知识，爱是天涯，爱是哪有这么复杂？爱是你能看见所有人却看不见我，爱是我只能看见你却看不到所有人，爱是一瞬间，一眨眼，一转身，一回眸，一生爱，一滴泪，一生一世。我和你爸，哎呦，真高兴啊！可就是妈妈，这心里舍不得你儿子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这么煽情啊？你要是哭，那我也哭了啊！这刚领个结婚证就这样，等到结婚那一天，你还不哭花脸呢？奶奶啊，你妈那就是舍不得你。我跟你讲，长这么大。没离开过我们俩，啊！放心吧，啊，以后我们呀一定经常回来。哎，哎，哎呀，看看，这是你姥姥传下来的，哎，送给你们俩做个念想。哎呦，它代表的彩头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心意。嗯，愿你们俩这一辈子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。哎，谢谢妈。哎，哎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快，要撵在你妈妈算好的时间之前呢，把那证领到手啊。对呀。别耽误。我妈还算时间了。哎。爸妈，那我们走了。哎哎哎，哎，路上仔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妈，好，走，小心点，走，小心点，走，哎呀，这孩子领证又不是结婚，一会儿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刚才说是高兴，这不知道啊，哎呀，行啊。这女大了，就是人家人，但是好在咱俩家不离得近嘛。我也要把你一辈子拴在我身边，不让你离开我。你呢？你想明白了吗？不后悔？如果这辈子我没跟你在一起，那才是我最后悔的事儿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家了，七块钱，不是九块钱吗？七块啊，降价了，你不知道？我还是喜欢九块钱，长长久久。哎，你以后打算怎么称呼我啊？袁夏楠，你呢？夏原野。嗯，不对，
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。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Yes， 我太温馨了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跑进来的？那是智慧的体现，早埋伏好了。要是哥们儿，我早配了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兄弟，你羡慕死我了！真的，真的，我。哎哎，对，那个，二位，美女。我来说两句啊。首先，我代表本市广大劳动人民，祝福一对新人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。早上，贵子。掌声！此刻掌声响起。好受。其次呢，我还有一个任务在身上，就是你结婚不办婚礼吧，这事儿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。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知道袁董的袁大公子要结婚了，啊，你说你不办，袁叔是个要脸的人呐，这不等于扇他嘴巴一样的吗？他脸上没光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办。不是，你别这么自私，你光想你自己了。你想过夏楠感受没有？对不对？夏楠，我说的在理吧？这女孩子一辈子最想穿上美丽的婚纱呀，女人一辈子就这一次啊，多遗憾呐！谁说的呀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，袁雅？我是说我爸，不是不止一次吗？哎去！不是那个夏楠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方面呢，袁野呢还比较随他妈，不随袁叔啊，专一，特别专一。嗯，那个关键什么呢？彩排都安排好了。彩排？是婚礼彩排现场啊！哎，照上，哎，准备。阳光明媚，歌飞扬，欢声笑语，天降吉祥。哎，站好，挺胸，挺胸，站好，站好，对对对，挺胸。哎，对，梆梆梆。翘首望，看新郎，浓眉大眼，相貌堂堂，比阿兰德龙有魅力，比施瓦辛格身体棒。小红呢？啊？这怎么就天气晴朗了呀？再说了，你骂人的嘛，谁眼睛大了，谁浓眉大眼了？套词套词，这不是你们俩婚礼的彩排吗？能认真一点吗？你自己说彩排要认真的呀。不只是为了明天嘛，明天才是正题呀，对不对？好，站走 ，OK。叔，准备好了吧？好，好吧，咱们开始即兴。一下，来，真点。一拜天地，你拜什么呢？走不去，走不去。好。一拜天地，好，非常好，转身转身。二拜高。
生过孩子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明儿你有了孩子了，你就明白花儿在说什么了。所以说，小妈你下去。那我也不下去。不是，说，我错了，我知道，小妈不下，尹阿姨下去。你是正主，对，你是高堂，你尹阿姨你也下不去，是不是？我是正堂。小妈你也不能下是吧？可以，这个叔，要不你下去吧，这里你最多余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我下去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我这哎有了。你们三个站在舞台上真行，这叫新时代新气象，新人新办嘛，对吧？新事新办，哎，你们仨都行。哎，叔不丢人。对，咱们家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对不对？往那一站，还显得团结、和谐。对，和谐。哎，对不对？咱们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一起过谁都不能下去。你说你是为什么？站什么？你中间有一个距离。太对了，你这别去，别下了，过来。在这儿呢。我问你。这明天才办婚礼，你怎么今天都把礼金都给收了？是啊，尹大姐，这个收礼金提前收了，不太合规矩吧？所以我今天你说我要不到，得多大误会呀！我正好借着这机会，我得跟你把这事儿也说清楚了。这个礼金我必须收，尽管我这人平时我高风亮节，不是我钱我不动，可是人家知道我是袁野的亲妈，人家给我凑的这份子，我不能不要，不能不要，对，这是肯定的。要我，你别倒腾了，别倒腾了啊！你这张嘴啊啊，一般人说，你也别跟他矫情啊。他这张嘴你说不过他啊。礼金你不收了吧？好，都拿走啊，都拿走，真仁义。但是我以一个做母亲的名义，保证这个礼金我是一分钱都不会动的。嘿，这高风亮节，高风亮节真好啊。那个，行，这事解决了吧？解决完了是吧？就是嘛。哎，咱们提钱就伤感情，不提钱了。老吴，就你跟你说，你赶紧下去，快下去！这彩排呢，你们都不认真。袁野，咱们重新来啊！重新来，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！各位，保持住啊！那站好了啊！二拜高堂，大家都在啊！我的天哪，咱们这是个坎儿过不去了，都来了。姐。哎呀，你的山你来了！哎呦，太高兴了！大姐，我刚才啊都听见了，这高堂就得您来做呀。这高堂您要受不起，那小浪花不就更受不起了吗？您当高堂啊是理所应当的。这要再有个人，那就应该是我了。哎，这么着吧，给我也留个位子啊。给你留什么位子？李山，别在这瞎搅和啊！你来就为这个。叔，不生气。哎，叔，山一来是锦上添花的事儿，对呀，他对袁野也有养育之恩。对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你们俩的事儿你们俩定啊。不行，咱们走。这婚还得结，我告诉你，结婚这事儿是大事儿，你们俩也得考虑，绝对是大事儿。他跟我说份子钱，我得跟他解释。哎，婚礼啊，该办还得办啊，我先走了。散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散了。哎呀，袁野，我想想都想乐呀！你说你们家啊，就多这亲人；你说我们家就缺这亲人。我们俩要综合一下，不就下南家了吗？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老袁，你也别难过啊！这叫什么呢？这叫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”啊！行，我到那边应付应付。别再出什么别的幺蛾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小南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还生气呢？
我不生气，啊，这俗话说，儿孙自有儿孙命嘛，随他们去吧。你呢？你没事吧？你都没事了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 谢吧。如果您跟小妈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旅游结婚这个，那袁叔知道没准儿吧？没说什么呀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就是问问呗。老公，你的护照带了吗？带了。还有药呢，晕车药、晕船药都带了。当然都带了，放心吧。 我们这次啊是去旅行结婚，带上你就什么都齐了。哇，我真酸呐，你真酸呐！你就带点箱子没有，把我装进去，骑那上飞机。这我觉得靠谱啊！哎哎，少东家，把我也给装进去吧，我也想去。哎呦，你不行，你去还得弄什么简易证什么的，不方便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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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我们不放心。我住，我住，我放心。哎，我可以在。哎，这主意好。哎呦，这你俩一块住着，我俩不放心。不不不不，我这他作为那个夏楠的代表，我作为你的代表，我们俩住着多好啊！哎，这床上不是误会误会误会！哎，打住打住，怎么可能咱俩一起？我住这儿，你住外面。哎，有人敲门。谁呀？谁呀？这全世界你就我一个朋友，还有谁来？来了！哎呦！啊，是警察，警察来了，警察同志。哎，就是他们。是，这位同志，这个房子是你的吗？对对对啊，我的呀。对啊，你谁啊？就是他们，他们把门锁换了，占我的房子。啊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我们买的房子呀。对，是我们的房。这明明是我买的房子嘛。讲笑话呢吧？啊，停停停停停，你先说。这房子我刚刚买了没多久，装完修我就和老婆出去旅游去了。可是刚回来，这门锁就被人换了。邻居们还说，这屋里已经有人进来住了。编，真会编！人俩要旅游结婚，你结婚什么呢？这，你们两个都有房本吗？有没有房本？有有有有有！我们有做办合同，我们有做办合同，拿出来拿。我们都有。哎，小杨同志，你看，不，你先看，先看，你抢谁东西呢？我那个，他那个现在不很多都假的吗？哎，对，这是发票，还有收据，都有。你看，这也是发票。自己好好看看吧。这份合同有问题啊？问题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问题呢？这样啊，两个东西都给我啊，跟我回所里协助调查啊。对，去派出所，走，去派出所。亲爱的，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来，面包。什么？哎呦，我怎么样啊？这人有问题，有大问题啊！什么问题啊？就是。咱们那个房子，啊，咱们付定金那房子，新买那房子，人家产权是张有才的，这个中介啊，趁着张有才夫妇出差的机会啊，把这房子又卖给了你们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房两卖，这是一个黑中介啊。中介不是你介绍的吗？
是我介绍，但我也不知道是黑还是白呀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别怪我批评你们，你们怎么一点识别能力没有呢？啊，怎么就没有点反侦查能力呢？好比说我给你们牵线搭桥了，怎么还负责怀孕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有错误，我应该把你们把关好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事儿时候啊，翻过去了，越捣越乱。现在关键是警察说了，我们得抓住这个黑中介。能抓住吗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慢慢抓吧。那袁野在里面怎么样了？袁野不太好，跟人警察杠上了。别，那怎么办了？不是少奶，你别着急，你看怎么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警察说了，让他出来反思反思，想一想。你要你上去安抚安抚他吧。我能进去吗？你能啊。我能进去。能啊。你怎么早说呀？哎，等。哎，别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面包。你留步，你留步，你进不进？你进不进？我。袁野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们是犯人的家属。谁啊？你说谁呢？说谁是犯人呢？谁是犯人？谁？喊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谁是犯人呢？喊什么？这是个比喻，比喻。你现在不是犯人什么？用这比喻的吗？你什么态度？你对人警察一点不配合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得争取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怎么不配合？你出不去，你把我的钱骗了，我是合法的。哎，你就不说这事儿，干嘛呢？这儿，对不起啊，小点声。你小点声，喷我一脸。我跟你讲啊。我们大伙为谁？不是为你吗？怎么不理解呢？现在不是跟我吵架的时候，现在关键是干嘛？抓黑中介！你抓呀，你抓！我上哪儿抓去？人呢？你别怪我说你，你从小到大就这样，一点辨别能力没有，一点反侦查能力都没有。谁没辨别能力？谁没有反侦查能力啊？你啊，当初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跟夏楠问你，我说那中介有没有问题，房子有没有问题？你说没有问题，我们把定金付了，什么都搞定了，现在房子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是你喘口气行不行？别把给自己给憋死了。你干嘛呀？便秘呀？现在不是跟我辩论的时候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跟少奶奶也说了。那你解决问题，你光说错了有什么用啊？你别着急，冲动是魔鬼，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？干嘛你眼睛都红的？我有办法。我是谁呀？啊，这事儿啊，得找袁叔。你想死吧你？那怎么的？找谁？找你妈？得，阿姨来了，你们俩一起蹲这儿，你信不信？你爱找谁找谁。对呀，听我一句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来，小奶奶，安抚一下。行了，疯牛病，我跟你说，安静，冷静。一会儿我呀，我不用安抚。鸡飞蛋打啊！我得提着杂屁股去，我找找袁叔去。行，这边李丁的有事打电话。行，放心吧。洛儿，小心点啊！至于吗？人警察较什么劲呢？再说了，人家跟你调查情况，不就是为了把那个黑中介给你抓回来吗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房子买了，咱婚结了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得特别好，现在这个时候出这么一出。你说怎么办呢？什么都没了。你说人倒霉的时候，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。喝不喝？不喝，塞牙。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？你最重要的东西，不就在你身边的吗？什么？又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东西，哎，我不是东西。老公，咱们俩谁是不是东西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在你身边不就行了吗？我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们俩的家，对吗？对不起，爸爸，是我没用。说什么呢？别较劲了，好不好？都一天了，不吃不喝的，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。来，来口，大口。
原野被抓了。原野吧，你我平时老告诉他，你别这么胡闹了。婚你不结，放这么大房你不住，你还出去租房，租你就租吧，你看准了再租啊。他被中介给骗了，警察来找原野调查情况，原野跟人警察杠上了。叔，你别看我了，赶紧捞人吧，把人捞出来。你愿打愿骂你再说呗。还逞能吗？啊？婚你不结，好好的房子你不住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啊？非得要到外头闯？闯啊！这回闯到派出所来了吧？被骗了多少钱啊？20多万吧。20多万？哈哈，你可真趁钱呢你。花钱买个教训吧，叔，你也别生气，对吧？还有你，我说你都介绍什么人，乱七八糟。我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。叔，您别生气了，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吗？爸，也不能完全怪他，你是您自己一看清楚的。小梁啊，他们毛头小伙做事不稳当，你姑娘家的，以后得多说说他们。走吧，回家。哎，叔您别生气了啊。回家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哈，这都是你们小妈干的。她这个人呐，有的时候还挺穷讲究的，是不是？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，反正这些都是按照我老家的习俗。不知道，可不是嘛？今天下午啊，都是无歇，跑前跑后，忙了一下午布置的。哎呀，都是瞎忙活。你们要是喜欢呢，那我们就更开心了。反正这是我和老袁的一点心意，哈。好，你们两个收拾收拾，一会儿下楼，大伙吃个团圆饭。啊！嗯，这酒还挺好喝，甜不酸酸的。来，再给我倒一杯。你先生点。哎，好。老袁啊，我是想，今儿要是有什么话，我就先在这儿说了。好啊。好啊。夏楠啊，我知道你跟袁野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是什么，我也都知道。是。我们之前是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是谁的错？我的错？不是吧？老袁的错？不是。你们的错？更不是了。那问题到底在哪儿？一句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但不是一条心呐，对不对？哎，
你这个思维逻辑有意思啊，继续说。好，我继续往下说啊。嗯，这个人们常说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们看，哎，你们刚搬出去，但是马上又搬回来了，说明什么？咱们有做一家人的缘分呢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那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让以前的所有的恩怨让它随风而去，好不好？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再说最后一点啊，这个自古以来呢，人们常说这个婆婆和媳妇是最大的敌人，但是现在我可以给你保证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在我们家发生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保证。你相不相信？啊？你相不相信？啊？老袁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必须得信的。那个小曼，是这样的，你这怎么整的还像开董事会似的哈？其实我跟夏楠之间的根本就不需要您打这样的包票。我觉得吧，这生活嘛，就是有点小摩擦，那也是不能避免的，这是意料之外当中的意外嘛。意外，圆圆，我说你臭小子什么态度？你这是，一开始你就唱反调。你没听到吴曦刚才说吗？一家人要一条心。我怎么听着你的话不像话的？你这个老袁，你看看你，就是因为你平时啊动不动就跟他们小辈儿啊吹胡子瞪眼睛，所以才没有办法沟通啊，是不是？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代沟。你看我跟夏楠，你看看我们俩，哎，我们年龄是吧，差不多大，表面上呢是婆媳关系，实际上呢，啊，我们是很好沟通的，我们是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嗯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向全世界证明，心是平等的婆媳关系正式诞生。啊，这个婆婆和媳妇不再是前生的猫和老鼠，而是今生的老鼠和龙猫。我有没有猜？嘿嘿，你太有才了！我也觉得我太有才了。此处有掌声的。有，呱唧呱唧。好，呱唧呱唧，有掌声的。那我今天说完了，我说完了。嗯，老袁啊，您能吃吧？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说吴曦啊，你今儿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嘛？你啊，哎，令我刮目相看的。那我们。哎，老袁，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有，你说，你说了算。好，那我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啊，提议我们再干一杯，好不好？好，还干啊？来嘛，来，再干一杯，祝我们的新生活开始，顺利的开始。好，来，干杯！耶！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公主，比如像结婚的时候。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摇身一变，跟自己的白马王子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去接受大家的祝福。可是我却什么都没能给你。谁说你什么都没给我？你给我的是一般人都给不了的。结婚第一天，房子没了，派出所也进了，想一想，当今有哪个新娘能有我这么刺激的婚礼啊？嗯，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嗯，咱们应该努力去学习怎么样创建一个家。知道我学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什么 ？Family。家庭。Father and mother, I love you.爸爸和妈妈，我，还有爱，组成了一个家庭。可是，爸爸妈妈离婚了，是妈妈不要我，妈妈离开了我。妈妈走了以后，我就留在爸爸身边。其实这些年，爸爸挺不容易的。
我爱他，可我又怕他。就这样，慢慢的，我对家、对婚姻就有了阴影。圆圆，谢谢你。怎么是你谢谢我？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你心底的那些事。幸福的是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幸福的感觉就会加倍，而痛苦的事情，两个人一起分担，痛苦就会减半。可是我只想让你幸福，所以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啊，一起面对，一起寻找答案，对吗？我明白了。从我生下来到现在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其实就是老天爷注定了，让我来找到我这根遗失的肋骨。这根肋骨就是你。不是说了吗？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啊。有了你，我就完整了。原来我是你的肋骨啊。那可不是，你想是什么？哎，月亮上嫦娥怎么不见了？我在这儿啊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原来是落到我的身边，变成了苏格拉底。没错。兰珠，起床了！起床了，太阳照屁股啦！再不起床，我可要掀被子了！阿童木，阿童木，起床啊，阿童木！婚假呢？你让我多睡一会儿，反正今天又没什么事儿。不行，起来了，起来，今天还要回门呢。啊，起来。对啊，今天要回门啊。而昨天发生太多事儿，太折腾了，我困呢。要不你让我再睡一会儿，你陪我一起睡吧啊。不行，不能再睡了。起。不能再睡了，你再睡，懒猪呢？起来了，睡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起来。又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吗？模特真好，长这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穿什么都漂亮。夏楠，你太会说话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其实你也可以穿的。我啊，我不行不行，我不能穿，我身材没有你好。太谦虚了。哎，我是叫你们来吃早饭的啊，收拾收拾，赶紧下来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小妈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今天回门，你爸妈的礼物买的不够？那我刷牙再去买啊。等等。嗯。小妈身材好吗？
哎呦，我还真没注意看，要不我把他叫回来，我再看一次。再转移话题。小妈的身材好不好吧，跟我没关系，只要有你在，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看不见。那要是我不在呢？嗯，那我就更看不见了。行，刷牙吧，刷牙，出门了。杨桃，嗯，昨天的事儿，妈是不是不知道呀？哟，还真是啊，这一忙。把这事给忘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你妈那儿？排雷？老婆你真好，赶紧刷牙。我就问你，我那牙膏去哪儿了呀？我找半天没找着。妈。妈。哎，表哥表嫂。花儿。您没事吧？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。哼，你就问我有事儿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倒是你们，你瞧瞧，给自己弄到派出所去了。啊啊什么呀？你这不昨天晚上没跟你唠叨这事儿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社会复杂着呢，你知道年轻人，你们刚刚踏入社会，您交朋友可得小心。您交个捣人迷发骚，骚人迷发捣的，也不清楚到底干什么的人，你这不骗你这样的，骗哪样的呀？哎呦，妈。我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您儿子现在所有的积蓄在外边都被人骗没了，你也不表示担心啊？啊什么呀你？钱没了，妈，之前那房子，我看合同的时候没什么问题，可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是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不是怕您担心吗？一大早就过来看看您。哎呀，还是儿媳妇哈，就是呢，你又。你以后你好好管教管教他，对，是得好好管教。还是表嫂好哈，就是那可不。行了，妈，那个这是我跟夏楠我们一块儿给您带过来的东西。又带东西？有我的吗？对，有有，里边都有。拿着，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嫂。妈，你们这是干嘛去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一大早过来呢，看见您没事儿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我跟夏楠还得去趟他父母家，回娘家，回门子，回门子。回门子，你就回去，回去看看，那得厚礼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后边还得背着一个胖娃娃。还没有嘞，哪那么快？不能让人跳出礼来。我就是着急，你知道吗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是怕你们过得好，我就踏实。嗯，房子是房子，让人骗；钱钱让人骗，还什么让人骗？不是媳妇在这儿给骗走了？这不可能。那就好。走吧，那走走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妈，我们走了，啊，拜拜。呀，老公。哟，哎呀，这门怎么开不开了？
或者可能只是我变了，是多余的爱情。